疯。逛百货公司？不是，逛百货公司干嘛穿这样啊？喝喜酒。对，喝喜酒其实是可以这样穿，不是喝喜酒啦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我知道了，这绝对对。你要去特色秀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今天开的是英国车，所以我要穿英伦风，有没有？杰森·斯塔森知不知道？三分钟呼一声，认不认识 ？Hello, madam. Where is my breakfast? Harry Potter, the food is not hot. 有没有？有没有那种英国腔？你昨天偷偷练很久了吗？练一晚上。我够早。Harry Potter, the food is not hot.有没有？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有英国 feel 出来了，有啦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这什么车？你不知道什么车？老鼠，傻傻分不清楚，不是，这是老派啊，这是豹，好不好？跟我念一次 ，Jaguar， 念一次 ，Jaguar， 一定要 Jaguar， 没有，一定要。先下来了，小姐，你想不想练习这个正统的英国腔 ？Jaguar，Jaguar，Jaguar， 是吗 ？Jaguar，Jaguar， 舌头要抵住这个前面的门牙 ，Jaguar，Jaguar， 哦，麦尬拍音啊，正确反底加 ，Jaguar。小姐，你很棒。嗯、你要醒觉吗？我不要。你不想醒觉？我不要。哦，那没有关系。我们外国人，我们英国人是非常的 gentleman。嗯。Fine, that's okay。你后面的好像不是英国腔哎。从头到尾都不是好吗？你哪来的错觉？看到这个典雅的木头没有？有。鸟眼枫木，好不好？不要问我为什么叫鸟眼，不叫马眼，好不好？它就叫鸟眼枫木。真的吗？你知道鸟眼枫木吗？不知道。就是它里面会有那个洞，有没有？嗯。很像那个鸟的眼睛啊。有没有看到我这皮带？有。H 有没有？嗯。你知道这什么牌子？ Honda。对，我买 Honda 送的。不是，好不好？如果斜斜就现代这样哦、喔。不是。OK， 这名牌好不好？左右台是不是？名牌，那如果有个 T， 就是左右台。有没有这个车整个内装，这个米色的内装，有没有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素雅，非常的典雅？整个开起来都有一种杰森·斯塔森的感觉。除了杰森·斯塔森，还有别人吗 ？Where is my brother？这是谁？杰森是他的。I've told you that. Harry Potter. 他才不会讲哈利波特、他不会讲哈利波特。他没有客串吗？没有啦，人家没客串。Harry Potter. Harry Potter. 有，这有点像。Okay. Good. 累了吗？Bloody hell. 没有，今天拍这影片是主要就是为了装逼而已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我知道。那你讲中文的时候要有英国腔。我最好是会啦。这样比较酷啊！既然你都开了这台车，所以你今天从头到尾都要英国腔。我只会问你想不想醒教。你要醒教吗？到时候问人家要不要醒教。紫衣神教、日月神教、树蛙。树蛙你不知道？北美树蛙不知道，它怎样？有两只北美树蛙，嗯，一只叫做孤桃，嗯，孤独的桃子，树蛙孤桃，然后它妹妹叫做灵桃，灵活桃子，树蛙灵桃，嗯，好不好？有一天他们一起出去郊游，嗯，请问谁是妹妹？树蛙灵桃。呵，现在吗？这是什么台语啊？可恶！这大家剪掉了，感觉我好笨哦。因为我发现你今天戴眼镜，
Sure。想要看我拿下眼镜的样子吗？没有。大家都只看我戴的黑框眼镜，来戴墨镜。嗯。你好好开车。啊。不是想看我拿下墨镜的。我没有啊。我觉得你有这种需求。我跟你讲，现在 YouTube 都要炫富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样开车就看到前面那只豹一直在跑，有没有？然后它前面有一只豹一直在往前冲。没有，它只是被固定在上面。没有，它一直在往前冲。没有。认真看它，它一副就是一直往前跑的样子。没有，它被固定在上面。早上出门，对不对？这样，然后下班。没有开别的台车回家试车，然后出门再试车。对，因为路山上有上坡有下坡，哦，偶尔塞个车，跑到高速公路，我跟你讲，开个一两趟这台车，车况就试出来了。你开的感觉如何？有一些小问题，可是这车真的好开。是啊、哦。你不觉得这车那种整个上车的那种气质、典雅的感觉，很酷吗？有一股不太一样的味道。我不是说味道，我说造型，有没有？你如果看到一个穿像我这样穿着的男生，有没有？嗯。开一个这车这样开门上车，嗯，不觉得非常有 gentleman？ 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好热的感觉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崩开了，胸肌太大，我跟你讲。不觉得一个男生对不对？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欧夏雷欧夏雷的，有没有？嗯。开个热车。太做作，帽子太做作。英国，你看宾利有没有？英国的，看一下。哇，宾利。我们也是英国的啦，我们也是英国车，好不好？它这台多少钱？可能1500吧。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赶快开走啊！好吧，我无法想象啊、哦，你讲1500万，好像在讲1500块，有没有？啊，1500万，一间房子在那个在路上跑。不过没关系，好吧，知足常乐。嗯。你开谁开心？嗯，对不对？对。也蛮好开的啊，而且坐起来也很舒服。你觉得他这个哦？英国人哦，坐的车很难修，修很贵，可是不会退流行。英国很著名的车还有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嗯。Mini。哦。你看 Mini， 它从以前我们看电影小时候到现在，它都长这个样子，嗯，对不对？都跟苏格兰文一样。对。经典。嗯。苏格兰不是牛油酥饼。哦，牛油酥饼也是不退流行的。对，好了，好暗哦，然后就拍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Your morning shines in city clothes. In our bed, birds are singing around my head. We're awake. Happiness, you say.可以啊，哇，在镜头前面变成这么亚沙西，只要牵涉到手工的东西，没有便宜的。哦，皮包、皮椅、皮鞋，手工就很贵，排毒手工贵。问一些年轻的小妹妹说：“小姐，你知道Puma有出车吗？联名款。”哎呀，哎呀，哦，来吗你？好憋哦，他的裤子好憋哦。